给大家做一锅梦幻粉色爆米花，来先让爆米花转起来。来放点咱们的玉米粒，糖和油我今天就不放了，就放玉米粒和巧克力。哇塞，超好看的！哇塞，我觉得超美耶！咱解放双手啊，咱可以玩一下手机。哇塞，我静静的等爆米花爆开就行。哇塞，你看到吗？有没有感觉像颜料一样？这个粉真的是太好看了！哇塞，真的超好看，超美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！哇塞，太漂亮了，好像缺一点点油哎，我放一点点油进去，放点点油。哇塞，这油超顺滑。哇塞，爆嘞爆嘞，赶紧盖上盖子。哇塞，超香哎。哎，我静静的看着它就行，太解压了啊。哎，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心情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像我一样心情不好的时候特别喜欢崩爆米花？一看它爆的过程的时候，哇塞，就是把所有的烦恼我都给它崩掉的那种感觉。哇，爆了爆了，太解压了，太舒服了。哇塞，关火！哇，都爆开了，都爆开了，太棒了啊！噔噔噔噔！哇塞，太好看了！来，梦幻粉色爆米花就做好啦，我先吃喽。